各位小伙子、小姑娘，准备欣赏精彩的对决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冲啊！没让你失去记忆啊！英雄，收集贡品，就能获得我的青睐。来吧！我知道了。该死了，这次神仙。
公平。我们的盟友需要帮助。我老是肚子破，小命一把。烧掉这个蠢蛋！全都烧光光，也该是时候了。收集物品，或是面对自己，就是这么好。选择接话。不，希望刚刚那下没让你失去记忆啊。涂一涂就好了。我的诅咒暂时消失。该是时候了。
青睐。下命令吧。哈哈，连杀开始啦！先决那个敌人。收集贡品，或是面对诅咒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一点小烫伤算什么？看看这次谁先收集到足够的贡品。很快就康复了。我受够了你们可笑的战斗，收集贡品，赢得我的青睐。灭我的火没那么容易。Thank you.
你们获得我的青睐了，你们的敌人倒霉了，一座堡垒没了，火力十足，我方摧毁一座堡垒。佣兵总是多多益善，闻起来像胜利的味道。我受够了你们可笑的战斗，收集贡品，赢得我的青睐。看看这次谁先收上足够的贡品。先杀！
该是时候了。哪里在冒烟，我就在那里。好样的，闻起来像胜利的味道。会消灭你的敌人，击垮他们。闻起来像胜利的味道。巴比丘时间到了，其中攻击是天使。诅咒结束，看看下次是谁会获得我的青睐。敲烂他！哦，再走。